的。2、1，预备。喇叭声响起，选手们奋力一踩，自由车国手选拔赛激烈开跑。路线两旁站满民众，卖力挥旗加油。这次自由车公路国手选拔赛延续去年亮相的全新路线，再度以佛头纪念馆为起终点，每圈长达34公里。新津有大树，还有大社，还有燕巢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要跟选手讲，它挑战度非常的高。这个是一个丘陵的地形，蜿蜒的这个公路哈，事实上，可以让选手的实力完全展现出来。独特地形与路线考验选手实力，更攸关明年亚锦公路赛国手资格，吸引全国自由车好手同场对决。今天这一场，又加入了中等学校的这个自由车公路锦标赛，最主要我们自由车运动发展要向下扎根。透过这些体育活动来弘扬啊佛教的三好运动啊，可以让我们的活力啊增强，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呢提升。以运动发展城市为核心，高雄市府积极举办赛事，透过体育活动行销观光，创造运动经济。三立新闻田居达高雄采访报道。